节目哦，精彩人明天是影视歌星哦，欢迎大家有空也可以来元宝宫看这些大名家哦，这回来到的，谢谢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捧场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保生大帝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，明天有空再来哦，明天还有晚会哦，明天是我们一些影视歌星哦。